如果在这儿让它分的时候，石头的时候，它分的就厉害。它分的话，那不就走了吗？现在这个东西可以放下来，放的稍微小一点，那么好，就更近一点。大概两百，大概那个，大概那个，从地心下面嘛，应该是一样的，对呀，我就是说，简单。